嘉义圣若望天主堂的男女教友，今天期待了大批的寒衣和圣诞礼物，在神父和修女的率领下，到博爱救济院的安老所慰问了在那里养老的老年人。他们在安老所先由圣歌队高唱了圣歌，神父祝福，然后由一位化妆成圣诞老人的教友分赠了毛巾和糖果。教友们分别赠送了个人携带的寒衣。圣歌队和教友们今天给嘉义博爱救济院的安老所带来了很多的温暖和欢乐。